哦，你说他呀，他就是个送外卖的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来，把你生命中认为最重要的十个人写下来。好了，老板，我写完了。娜娜，如果让你从这十个人里面选一个人最先离开你，你会选择谁呢？把他划掉。如果再让你划掉两个呢？你会选择谁？如果再让你划掉两个呢？再划掉一个，老板，现在就剩下我的父亲还有子女了，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能不能不选啊？这只是一场游戏，必须要选。老板，我还好了。娜娜，你知道您的父亲最后留下的是？